各位主内兄弟姊妹早晨，今日是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三，弥撒经文是会采用敬礼及弥撒小册子的第十三页圣约室，读经是在平日经文的五十四页。今日的弥撒意向是为亡者 Beatrice Maria Gomes de Costa 的灵魂安息祈祷。看，请看那忠实精明的管家，主人委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务。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平安与你们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你以无比的智慧拣选了圣约室做你圣子母亲的敬佩，求你使我们在世敬奉他为主保，也使他在天上常为我们代祷。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我听见上主高声喊说，惩罚此城的快来，每人手中应拿着毁灭的工具。看，有六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麦盒。他们来到就站在铜祭坛旁，那停在格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光荣就由格鲁宾身上升起，来到圣殿的门限上，叫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麦盒的人召来。上主对他说，你要走遍此城，即走遍耶路撒冷，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号的人，要在他们额上画上一个十字记号。以后我听见上主向其余的人说，你们也跟着他走遍全城击杀，你们的眼不要怜视，一点也不要顾惜，把老人、少年、处女、婴儿和妇女都要杀尽灭绝，但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不可走近。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果然他们就从在圣殿前的长老开始。以后上主又向他们说，你们要玷污这圣殿，使被杀者冲塞整个庭园，然后出去。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那时
上主的光荣离开了圣殿的门限，停在格鲁宾上。格鲁宾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由地面升起。当他们离去时，轮子也跟着离去。他们停在上主圣殿的东门门口时，以色列的天主的光荣就停在他们上面。这就是我靠近格巴尔河，在以色列的天主下面所见的那些活物。现在我明白他们是格鲁宾，每个有四样形状，每个有四个翅膀，在他们翅膀下有相似人的手。关于他们的形象，和我靠近格巴尔河所见的形象一样，每个都向前直走。上主的话。上主的光荣凌驾穹苍，上主的光荣凌驾穹苍。上主的仆人，请一齐赞颂，请一齐赞颂上主的圣名。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从太阳东升直到西倾，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上主高越列国万邦，他的光荣凌驾穹苍。谁能相似上主我们的天主？他坐在苍天之上的最高处，他必会垂目下视，观看上天和下地。阿利路亚。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且将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他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你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国外邦人或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上主的话。今天听到这两篇的读经，是一个很大的对比。第一篇的先知书里面所描述住的，好像看上来天主很残酷，对于所有的人一不合乎他，他会杀尽灭绝。但刚刚相反，今天的福音，耶稣基督用了一个的比喻，个比喻的就是告诉我们天主的仁慈，仁慈的慈悲。你听下，他说有个人犯错吗？要规劝他，
唔单止，如果唔听从咩？有耐性啲啊！带啲一带啲嘅人一个两个咁样，然后再唔听咩？啊，再要话俾教会听，用啲更加资深嘅人同佢讲。如果佢再唔听嘅，唉，由佢啦，暂时先。但系亦都佢梗有机会，天主容许底下佢会悔改。点解会有咁大嘅对比呢？旧约同新约，旧约成日都描述住天主好残忍，但系我哋成日都明白得到天主嘅启示喺旧约里边未系全部，天主嘅启示喺旧约里边系慢慢着步着步，跟随住我哋嘅吸收嘅能力去嚟启示关于佢嘅道理。在旧约里面，天主想要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公义，奖罚分明，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件事是旧约里面很着重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伦理 的手把手的地方。所以但是今天听到出来的天主先知藉着听到翻嚟呢个神事嘅呢一种嘅描述嘅，系描述住嘅最后审判。最后审判嗰阵时候，已经唔系话讲慈唔慈悲与否，因为慈悲嘅时间已经完结。慈悲嘅时间就系当人在世嗰阵时候，所以福音里边咁着重咗呢样嘢，唔紧要，只要佢唞紧一口气，天主一路咁慈悲等待。他的悔改，但是这个是讲紧是天主，他是公义，但是他新约里面表示出来的他的慈悲，等我们不要滥用了他的慈悲，但他都是公义。但我们人呢？我们人怎样回应着天主的慈悲？要模仿他，模仿着基督的慈悲。所以他用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说，用回我们，如果我们见到有人犯错得罪我们或者做错事的，我们要规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一个好的教友，我们忍有耐性，但是是这样好好，但是不够，爱得的是要行多一步，爱得的是要付出，爱得的 不是只是爱紧自己就算，爱自己的是我们一份的责任，但是爱得的是要付出的，付出就是我们这种的，是一种的我们天主给了我们去来付出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积福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模仿着基督的慈悲。所以为什么就算在第一篇描述着最后审判的时候，天主走遍派遣的天使周围去嚟收割啦，好嗰啲一齐，唔好嗰啲抌开嚟消灭。但系佢有住一样嘢话，但系你要走遍呢个世界，凡亲去对丑恶嘅事悲痛哀号嘅，喺额上画一个十字号。慈悲嘅人，有爱德嘅人，我哋唔使害怕，我哋唔使害怕外界种种嘅嘢，因为我哋嘅额上已经画住十字。我们的世俗的诱惑不会判断我们，只要我们肯继续去奋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着，只要我们活着的话，我们一一地忏悔，我们自己去奋斗，但是对于他人的所犯的错的，我们要慈悲。最惨最可怜的就是我们成日都只是对自己很慈悲，但对人就很苛刻，对人就是什么，对自己的话都 很忍耐的，唉，我是很软弱的，唉，我是这样的，我的性格是这样，但是对人的呢挑剔，对人的那种的哇，一路一路这样去来想控制，想没有耐性。其实我们要调回转头，对我们自己的要很苛刻，但对人的要慈悲，这些就是爱德。希望我们
今天恳求主圣约室帮助我们在这个的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的话，希望好好地利用着我们唞紧一口气在世上的生活，好好地去来培育着我们在额头上面记住我们有个十字圣号的，希望我们好好地去来发挥着这个爱德，能够恳求着天主的慈悲眷顾着我们所有的人，而我们自己亦都要去来慈悲待人，这样我们会发觉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圣约室一样，是一个义人来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圣父，你愿意圣约室在世时代行父职，照顾你的唯一圣子，我们献上这赞颂之祭时，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代祷更为虔诚，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在这圣约室的敬礼日，我们以适当的赞词称扬你，歌颂你。他是义人，你选他为天主之母同贞玛利亚的正配；他是明智的宗仆，你立他为圣家之长，代行父职，守护因圣神而降孕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圣，藉着基督赞美你、钦崇你、敬畏你、欢跃你、庆贺你，求你恩准他们、我们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她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好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地。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做得好，你这善良忠实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
请大家祈祷。上主，圣约瑟在完成你救世大业的奥迹上，一生忠贞服从，我们领受了赋予生命的圣事，求你赏赐我们因他的榜样和代祷，常能到正义和圣善的生活。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尼撒礼成。圣人罗格随译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疫。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